想要办理银行业务却又懒得亲自跑一趟营业厅，异地用户需办理业务却非要往返本地，但此时此刻办理银行业务迫在眉睫，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只能妥协，亲自去一趟营业厅。如果有办法能够让我们远程无接触办理银行业务，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随着 5G 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 AI 技术的日渐成熟，视频营业厅应运而生。这个视频营业厅通过在线渠道的方式实现与银行柜台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服务，支持视频、语音和文字实时互动等。不仅如此，它还具备人脸识别等实名认证功能，让客户找得着、看得见，即便足不出户，用户也能够方便、快捷又安全地办理银行业务。您好，我是001号视频柜员，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办理一下身份信息的更新。好的，为了您的账户安全，我们需要对您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请您按照手机推送消息进行操作。您的身份信息已更新。这个视频营业厅是如何做到功能如此之强大的呢？它是基于 5G 实时音视频、人脸识别、光学字符识别等多项前沿技术打造。不管你是更新身份证有效期，还是办理密码重置、账户激活等，它都能够快速变身办理银行业务的小能手。如果办理涉及资金的银行业务，那么这个视频营业厅又是如何能够保证我们资金安全的呢？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全程完整视频录制，行内长期存档，快捷搜索。相较于传统线上办理业务，这个视频营业厅能够有效检验客户身份，确认客户意愿，防范各种业务办理过程中的风险。说到视频营业厅，用户难免会担心视频通话质量的问题，这个视频营业厅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不管是处于弱网状态下，还是网络中断，它都能够让你体验到高清、稳定、低耗的视频通话技术，保障了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视频的高流畅性。还可以通过 APP 离线唤醒通知和通话掉线保持的功能，避免重复面签，大大影响了用户体验。见屏如见面的柜台服务体验与传统语音服务相比，增加了微笑和温度，大大提升了客户服务的感知。在未来，视频营业厅将会叠加更多功能和场景，探索更多的可能性。